三公，
真灵的必胜，父亲引导各位点仔师的提问，前面的苦心再回，祝福他明天教学语言再出众的不能，感恩师父对他。不过呢，和他面前矛盾在所不见，所以讲你看你弄这不能来当听说话，实在是不感动，感觉非常惭愧。今仔日抱着一颗真诚的心，要来甲诸位共同学习，并不是讲要徛在台仔顶来讲道理互咱大家听，而是要甲咱诸位共同研究。所以讲呢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讲学校闹讲了言不达词，或者是因素颠倒的所在，盼望咱诸位前言带力，会当甲学校纠正，这是我最大的盼望。今仔日社会科学进步，工商业发达，物质提升，为咱带来了新化的方便。咱来看哦，有真侪人伫享受物质，追求物质，但是在伊心内中，总是感觉讲比以前更加欢喜，更加满足。这是为虾米呢？现代人流行精神美容，该做的功夫。甚至呢，追求品牌的物件，流行的化妆，可是呢，未必真个用心，改造一个家己的个性、习性、观念、价值观关系。搞无好个改为好个，无正个改为正个，无水个要安怎改改为水个？这就是呢，咱人生上基本的生活品质。那么呢，所以咱别讲讲。做，也就是在跟咱讲哦，重新来塑造咱家己。在历史上，诶，先天先富，绝对不是讲天生所成诶，不是讲这个囡仔生落来，以后这个囡仔会当注定做一个先天先富，不是安尼哦，而是爱透过不断伫学习，不断伫改造，才会当成诶。一个人细汉的时阵，就爱靠着父母来改造伊；那青少年的时阵，就爱靠着老师来改造伊；长大成人时阵呢，就爱靠着咱自己来改造咱家己啦。但是呢，咱不是拢会对伊家己的行为侧目、思想侧目，拢毋知影讲要来顺道改造。所以呢，民主伊才讲哦，伊讲民有加偏好，假意求治，有好心而不自求。又搁甲人讲，讲读书之道无下，尤其好心利己。所以伊讲的好心，就是安那，甲咱迷失的心，赶紧的来找我倒倒来。哦，咱时常会当听别人伫咧讲哦，讲该收收心了吧。哦，应该来个心情好，倒倒来时阵啊咯。咱甲看哦，一个人会真主人，伊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，就可比讲一个国家的元首，这个元首呢，伊无法度通当政，伊无权，伊无法度处理国家大大细细的代志。那虽然原本脱离咱本国的主民，伊移民去外国啊，在伊感觉。伊感觉讲，咱的国运阁袂歹啊，对唔对嘞？或者是讲，住伫咱本国的居民，伊无咧管国事，伊无咧关心国事，在伊感觉讲，哇，这个国家呢，阁真安宁，对无？但是事实上呢，真正会当了解内情的人，才会当知影。其实呢，这个国家呢，早就已经化变了。同款的哦，当咱的天理用心无法度通做主的时阵，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人，伊就够好好啊。但是人伫个讲哦，讲日久见人心，故人故己，地当无发现哦，这个人已经迷失了。有一次呢，伫个开心午餐的时阵，这个老师伊问所有的同学，伊讲托尼亚。现在，老师问你一个切身的问题，
希望恁大家拢会当踊跃回答。在恁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恁感觉恁家己的心量如何呢？是不是有时甜，有时苦，有时多，有时少，有时好，有时歹，有时欢喜，有时困难呢？老师甲恁讲，讲咱人的心。心可以分天堂地狱，可以地公地阁，可以成佛成魔，可以成来何佛。老师跟你讲，徒儿啊，你拢知影，拢要改变环境，但是你拢袂记即个改变你的心境。你拢知要变化你的环境，但是你拢袂记即个变化你的心境。所以啊。环境太多了，你们安怎去改变呢？环境太多了，你们安怎去变化呢？所以讲上好，也就是改变你们心境，事事改善，环境就是水，一切境界由你家己心去起作用，自己心才是一步的前进。那么今天佛学特别一条地归还家，这个工地来到咱自备前田永东边的。到死，什么物件嘛拢不是咱的。
讲这个真如自性，伊袂受着时间的限制，伊袂受着空间的范围，现前的不生，后前的不灭。那先父，你甲咱慈悲讲，伊讲咱这个人，咱今仔有这个体，咱身为一个人，人是万物之灵。那这个人呢，下底呢有两撇，一撇代表圣人的心，那这个呢代表凡凡夫的凡。先父甲咱慈悲讲呢，讲咱身为一个人，爱咱通心凡。享受，先不去甲咱讲哦，讲这篇代表真，自然人的人性，吼、哦，自然人的人性，咱来看哦，自古以来留伫咱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的，也就是这个人根、心根、福根的佛教，伊一老平常，名老人间，伊四年都无享受。就像咱六祖讲的，历代圣贤贤君，因虽然离开咱遮尔啊侪、遮尔啊侪冬啊，吼，有可能是几百冬啊，但是因的德性、因的精神，却永远留伫咱凡间人的心目当中。所以讲哦，咱爱为点万书，甲咱点的所在，去找着咱的真的主人。那前我伫甲咱兄弟讲哦，讲这边代表个。自然人的肉体，这个肉体呢，伊虽然，吼、哦，咱这个肉体虽然是无形无相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肉体虽然是有无相的，但是呢，伊只是一个工具。如果讲咱无搁再来运用这个工具，善用这个工具，反倒在这个工具会做孽做罪。所以讲，所以甲咱讲哦，伊讲无爱初心。模范初心，为啥你讲？为啥你讲？所以讲，讲模爱初心，我既然都真爱这个身躯啊，为啥我可以担任这个身躯呢？因为因果有着，作业做作，拢是因的。但伊在卖书，伊就自卑，伊在讲，讲世间人，拢人假为真，因讲这个假体。伊就是真正的我，啊，用心计较，爱伊水，爱伊享受。咱伫个老师讲来讲，敢真正咱人真水，有影，就是这张皮黏黏水尔。如果有一天咱人若死去了后，送去火葬场火化，个老师讲，伊头压落去看卖啊，火化了后杀出来，土拢同款。拢是一句的白骨头，你对这个白骨头内底，逐句安尼甲想，要甲找一句较水的呢？伊讲找无，逐句拢同款，目睭空塌塌，吼、哦，敢若这个体而已啊，敢若只是这个体而已。所以讲呢，咱爱知讲，这个假体有一天伊会害你，这不是真正的我。那么呢，伊们来甲咱讲哦，伊讲人之初体即是我，咱世间的人面讲这个体，都是真正的我。初体是后你是谁？当这个体袂用一个时阵，伊又搁是散的。原来初体有真个，原来这个体呢有一个真个，加到一个假。
静心定诸界，效法信天还普度。当然，咱会真正了解，咱这个体内底带着这个真诶的时呢，由念思甲咱指点。那咱现在拢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拢具有原本伊得到的佛性，只是安那，咱互误会所甲咱影响人诶。如果讲咱来当透过念思甲咱指点了后，知影行修心用心，自度者就是自救。哦，自救呢，并且咱救人啊，上清下落分中道，修行就是安那，要学会咱本来迄个清净的自性。如果讲咱以后哦，咱带着业力一只轮回以后所行的两条路呢，就无共款咯。修心静心定诸界，透过修行静心定诸界，在我们以后要行的是安是哪一条路，咱爱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哦。好发信言还不多，好发是信言先问因的卡呀，因的精神，哦，对着因安尼啊，学习因的精神，因的德性。以后咱就发多通学会，咱如来的真面目咯。先问伊个大师傅讲，这片代表阳之天道，这片代表阴之地界。所以讲，人生路途有两条，由咱自己去选择。天道、地界、界路咯，人生选择。唔通答错，以免日后后悔糊涂。伊阁甲咱自己讲，讲人生亲像在欢喜，别人有烦你，轮回因果全袂离。有人痛苦过，有人笑你，到底这是啥原因？坎坎会来，又阁坎坎倒倒去，何必计较想离开？在这个公司内底呢，有一本书叫做《定中记》。那《定中记》内底呢，就有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内容就是安尼。在这个东朝的时阵，有一个青年，伊的名叫做罗生。这个罗生呢，伊一出世，伊的家庭真善食，真贫寒。伊住伫呢，爸爸妈妈的厝，食伊食袂饱，穿伊穿袂少，吼、哦，伊的生活是真苦苦的。但是呢，伊一直安那想要讲突破伊的困境，所以伊真认真伫咧读书。伊希望讲透过着伊认真读书，看以后会当出人头地咯。可是呢，伊是无依靠，将呢也无法度出伊达成愿望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罗生，伊有代志要去到邯郸，那一路上呢，伊行行停停来到一个村边，因为天气变真暗咯，伊无法度继续行落去啊，所以呢，只好暂时找一间小客栈住一暝。这个客栈呢，这个客栈真细间，只有两间房间。那一暝呢，除了这个罗生以外呢，还佫住着一位。叫做鲁翁的和林，今年呢，这个罗生，伊困伫蒙床顶，吼、哦，待伫这个客栈内底，困伫蒙床顶呢，伊家己就暗回想，伊回想伊家己一生当中的命运，哪有介尔啊坎坷不平？伊不住呢，由内中，由内心伫个悲壮中来，伫遐不断地唉声叹气。那到底这条这个林，伊听着罗生不断唉声叹气的声音，伊就想讲，这条迄个人客，敢是遇到啥物困难嘞？是安怎伊那安尼心事重重？所以讲，这个罗林就行来到罗生的房间。伊入来到罗生的房间呢，伊就对伊讲，讲我呢是住伫你这条这个人客，今后呢，我替你不断地唉声叹气。不断地啊，那吐大气的声音，我想讲，你一定遇到啥物困难的代志，你敢会当甲我
你嘛毋免太难过，太过伤心嘛。那么讲完呢，这个刘德林，伊真慈悲，伊就安尼为伊的心上提出了一个枕头。伊交代我这个老师讲，讲你把这个枕头摕去困一暝。我相信讲你隔天，隔天起来了后呢，你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无同款咯。今暝呢，这个老师，伊就困伫刘德林交代我的枕头，因为困了一晚的咯。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讲呢，倒咧毋知点偌久就困去啊。当这个心困去的时阵呢，伊就开始伫做梦啊。伊梦着人，梦着伊家己一个人去了一个毋知影名的国家。伊知影这个国家是啥物所在？那伫这个国家内底呢，都有一个真有钱的官位。这个有钱的官位呢，看到罗青伊身边一表人才。先叫家人到，就带伊查某囝机会互罗青做母，而且呢，佮互因伊个查某囝一大堆个嫁妆。伊个太太呢，不但生得真水，而且呢真贤惠。结婚了后呢，就带伊个西车摕出来帮伊做生意，互罗青做生意，互伊创业。那么呢？罗青会顺便做了一行风顺，伊赚了真多真多的钱，而且呢，太太佫甲伊生了不赖位，不赖的囡仔，真巧真聪明的囡仔，伊的家庭会当讲真幸福美满。人家讲讲因素钱，囡仔一个拢佫大成人咯，娶好的娶好的，嫁来的嫁来，人人过人分分嫁了后呢？外孙甲外孙，一个一个出世咯。每一个孙仔拢真健康，真古锥。这个时阵呢，罗生伊就呢，甲这个伫这个频道呢，吼、哦，甲伊个孙仔伫遐佚佗，伊佚佗啊真欢喜。因为呢，后生也那个毕业也成功咯，所以呢，伊就甲伊个孙仔包去互后生去欢喜。家己呢，就甲伊个太太伫树林享受清福。咱伫梦中呢，这个罗生，伊活到80岁，而无病而终。这个时阵呢，罗生因为伊当醉在梦中，欢喜一笑呢，就醒起来啊。当这个罗生醒起来的时阵呢，哦，伊阁真欢喜，阁伫啊，阁陶醉在梦中，迄、那个感觉。但是，等到伊完全清醒的时阵，伊才发现讲，原来拄只虾，拄只出梦的虾呢，毋是真正，遐拢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所以当伊真正清醒的时阵呢，伊家己感觉讲有失落感，吼、哦，感觉讲有失落感。
去找迄个病人，去病院互医生看，就是伊有足紧急的啊。所以呢，伊声音伊开放讲，让伊吼伊的声音，有人知影讲，爱注意哦。吼、哦，有一台足紧急的车要来啊，开车人爱注意。那倩妹妹伊才别人问呢，嘿，奇怪啊，奇怪，啊，这台车哪里去载别人？无爱来载阿姨你嘞？会啊，有一天伊会来载我。咱阿姨吼、哦，若破病啊，也是要死去啊。这台救护车呢，伊就开开，咱这条路来载阿姨啊。伊也讲，哦，安尼哦，对啦。真正，每一次呢，我刚来听这个救护车的声，我拢会甲家己讲，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啊。哦，你会感觉呢？好好的怎么样？伊放好倒来的时阵呢，伊就点点坐伫耶稣桌的花台。那我就想讲，奇怪，这个囡仔是安怎要食饭啊？啊，佫唔出来食饭？我去台问讲，请问你是安怎？你人无爽快的？你是真人无爽快呢？伊也讲，我妈妈，你敢知影？下只早自修的时阵，阮学校的主任甲阮讲过一个代志。伊讲，阮学校呢，今仔日有一个社会老师。透早死去，咱阿咪感觉伊的表情真难过，我阁在来讲，啊老师死去啦，伊哪里？伊也讲妈妈，咱人毋是着爱看病，或者是讲食老，较会死去吗？是安怎讲？这个老师，社会老师，伊阁真年轻，伊阁做少年呢，而且伊做哩阁来伫学校咧教册，我做哩阁有看到这个老师，是安怎？这个老师伊也无老，伊也无看病。死去！我跟你讲，那下早是早自修的时阵，老师甲你讲，咱学校一个老师，社会老师死去的时，伊敢甲你讲，伊是安怎，伊是安怎死去的？伊讲有啊，老师讲哦，这个社会老师伊就是气愤的对待。那伊就甲我讲，妈妈，是安怎人还袂食到老，还袂破病就会死嘞？我跟你讲，是安怎先？当然，这些人无法都能自由选择。
圣灵，伊甲咱主题讲。
真强的人，就是讲这个人，伊安那无要认输，我永远要赢的人，伊是伊的心是强的。真有的人，吼、哦，咱看这个人，伊生活都真好过啊，但是伊家己伫个心内底，感觉我欠足济，我爱去拼。真在的人，伊的心是平的，钱有重要无？钱真重要。因为咱每一工透早一拍开门、拍开的时阵呢，拢爱用着钱，食饭爱钱，囡仔呢，所有爱钱，读册爱钱。拄则咱讲的讲，食饭爱钱，含小家油嘛爱呐，嘛爱用钱买的，钱真重要。但是钱固然是真重要，咱且慢慢想过这条路。咱想看卖啊哦，今仔咱这讲题叫做智慧光照。所以赶快来，咱用咱的真正智慧来想看卖啊。历代圣贤啊，先佛对一个是安那，是一直用钱，吼、哦，一直争取钱，未来修道的。不对一个先佛是争钱是安那，是一直拼钱未来修道的。如果讲哪只要有钱，就会当修道啊。安尼就免修行咯，因为咱拢毋是一个真有钱的人，咱拢是大企业家，对无？如果讲只要若有钱、有权、有利，就会当成佛啦。今仔日观世音菩萨去听闻佛，伊嘛免讲着爱放弃伊的江山呢，放弃伊的荣华富贵呢，你来行修行这条路，对无？所以咱讲的钱是一个工具。咱唔忙钱，忙忙太执着于这个钱，因为啊，咱执着于这个钱，咱就会让钱把咱绑掉的。真烦的人，因为伊心执着着烦，伊为着爱烦，伊就安那，就来控制，吼、哦、暴动，咱的心是互烦绑掉的。伊人说话的时阵，咱若互咱咱的行为啊，是咱的行动，互人安那。有人甲咱约束的时阵，咱会感觉我足无自在的，我足痛苦的，我足安那很挣扎，咱会迄个感觉。但是其实呢，伊家己的欲心、妄心、束缚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痛苦。所以讲，咱千万莫做贪嗔痴爱，莫做贪嗔痴爱的奴才，咱爱当家做主。咱爱互咱的灵性，互咱的佛性做咱的主人。好、哦，那个叮当呢，在这个大长篇班的时阵，关系八分一段，伊爱把所有话讲完，讲讲何为好。
甚至会失了人性。所以讲，咱是按照着人生来修道，照着修道的过程当中呢，来看到人事物，但一切无常的变化，看到着人生甲人类的过程，到尾啊，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含无义务呢，带袂走一切阴影，影响所有一切，只带走了了，着干罪。随着咱的因果去轮回转世，在咱的当中呢，咱的甘师，咱的真言一直甲咱鼓励，讲教咱爱呐立身行道，爱赶紧做，赶紧行善。有可能吼，伫咱的咱同乡内底，有人在怀疑讲，咁真正咱人去做呢，去行善，以后会当得到福报，会当得到福报。得报，哦，这是确实的。有当时啊，咱为别人付出，不一定别人会当知影。但是，请你相信，哦，在这个天地之间呢，鬼神一定会知影。因为啦，天有目睭，哦，天有眼睛，上天老母在看。济公活佛，伊阿弥陀佛慈悲，伊讲道理啊，人类一切念处。人所做的一切代志，究竟是好也是好，地转在你家己。上天是灵感的，常常记得去记录起来。虽然你的报单看袂到，报电也未必然接触得到，但是天的法律伊是无私的啊，善恶因果。这个时阵正是可信关键的时阵，你爱关心快马大天，也爱如临青天如履薄冰，莫搁在家庭中打滚啊！天书都爱以智慧点大无人，莫在福田中打滚。天书都爱明明白白，识透真假。人才会当照假而来修真，照假修真，在咱道当中呢，当初曾经甲咱处理过，何谓照假修真？也就是甲咱讲，照着外在人事物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甲咱锻炼，使咱的心性，使咱的智慧，不断伫个提升，为之照假修真。第二呢，就是找回原来的心。当然就是咱的
是乌乌暗暗的，很需要一支，需要一支灯塔的照明。如果讲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到心无去咯，当然这支灯塔会安那，会暗淡无光。咱在到心无去，咱在到心安那，咱开开咯，这支道，这支灯塔暗淡无光，有可能咱安那，咱会伫这个苦海内底，而且坐袂出来。咱有可能就会安尼迷失去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支灯塔真重要。当然就是讲，一个人伊对道呢真肯定，吼、哦，不管伊个天公了愿，伊个智慧呢是安那，是光明灿烂的，伊个这支灯塔就特别会光。那如果讲呢，咱修行的，咱伫个修行过程当中，咱是安那，人讲好好啊，好好啊。那安尼，咱个灯塔可能安那，可能就是安，较无迄光线，较低光。所以讲，灯塔会亮，灯塔会光，爱靠着咱个道心坚固，即个灯塔较会光。也就是人讲，修行个道心很重要。有一个朋友呢，伊就安尼讲问，伊讲呢，莲花，我感觉做人呢。除了爱照顾这个身躯，啊，爱搁照顾咱的家庭、咱的亲情、咱的朋友。我甲伊讲，其实呢，我的看法就是安尼咯。我感觉讲，要照顾咱这个身躯，要照顾咱的家庭，要照顾咱的亲情朋友，这无难。上难的就是安那，照顾咱的心。因为咱这个心呢，就是刚才在。有可能啊，伫即间内底，咱的心情顶比较平和，嘛有可能一下就跋落地啦。有可能咱伫即间内底，咱会当咱的心会当奔走世界各国去佚佗，嘛有可能啊，咱在六道轮回当中。所以讲呢，如果咱若无把这个心好放下，伊是就都会造成千古恨的。咱嘛面对讲这个心。反正安那也看袂到啊，咱爱了解哦。心意了，行意外，人外在所表现出来一切，拢是由咱内心起作用的。所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心。咱的心在想啥物？咱的心在动啥物念头？唯有咱的心头上清楚。有一个陈爸爸。伊呢，带着伊个囝，准备要去人一户，吼、哦，已经算挺好啊，一户真有钱个啦，个厝，准备要哪要去人偷摕物件。那即个查人爸爸呢，要去偷摕物件个时阵，伊就带着伊个囝，伫外口，伊甲伊个囝交代讲，阿囝，你等偌久个？等下呢，如果人若有来呢，或者是讲有人出去要甲咱看个时阵。当这个查拉爸爸呢，伊交代伊听了后，真紧哦，伊就爬过树仔，准备咧去共偷摕物件咯。那当伊呢，连脚尼步，入去到迄间厝的时阵，花拍开，当阿咧下锁要摕的时阵呢，忽然间，伊听到伊的囝伫外面喊：“爸爸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，外面啦，有人来来看。”哇，伊的爸爸真紧张。物件嘛，袂记即个体啊，赶紧就走出来。走出来的时阵，二话不说就拖着拎着伊个囝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一段车巷的路，伊感觉后壁无人回来啊。伊就问伊个囝讲：“阿囝，拄则是啥物个甲咱看？”那伊个囝呢，就甲伊个爸爸讲：“爸爸，你敢知影？天顶的月亮，目睭拢金箍箍，一直咧甲咱笑。”各位亲戚。当然
会甲咱每一个人的思想、念头，咱来评为先到哦，集合起来，将来还要随着个人的因缘、个人的因果去轮回转世呢。这就是天地之间非常奥妙的代志。所以有一句话是安尼直接甲咱讲的哦，伊讲咱所想的每一个念头。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行为，拢伫个塑造另外一个未来。个人出世所做的行为，你是先或者是后，到尾啊，上天再做定断。比个人在世间所做的一切，一定结果，天是公平的，天是公平啊！啊，为什么咱要了解？先来甲咱讲前世因，后世果，同款的。咱以后嘛是前世因，现在做的就是前世因，以后的果呢就是后世果，丝毫不差啦。吼、哦，真袂去落忘记啊。有真济的烦恼，拢是因为咱的心妄妄吼，咱的心妄妄吼，所以老夫子来甲咱讲。伊讲读书之道无差，因其放心伫伊。伊阁甲咱讲，讲人有地天赋，食伫求子又放心伫不伫伊。咱厝里是一只鸡啊，一只鸡啊，到放屁的时阵，咱就赶紧的大大细细去甲伊大讲紧的紧的。今仔日厝里饲的迄只鸡啊，饲啊大只，到伊无去，赶紧的，大家紧来到店到找。但是咱的良心本性叫无去啊，叫叛逆啊，咱无了无紧的，咱无去重视咱的生死大事呢，咱袂去想讲咱以后有一条要回家的路呢。人生生死大事才比较重大，咱可是家己的日子。各位，咱拢把咱的心放大好啦，想得无去。就是要把咱的心想哦，倒倒来啊！各位，咱有啥物烦恼呢？因为咱的心妄妄吼，心妄妄吼，不得心。譬如讲，咱处理咱的心妄妄吼，看到外口的物件，咱真水，真喜欢，但是迄个不是咱的，迄个是从你爱上的。譬如讲，你经常爱食饱的东西，我发袂进入你的心。烦恼比我较济，因为你看到物件真水啊，真喜欢啊，但是迄拢不是你的烦恼的来啊。心妄妄吼，愈未信；心妄未信，则未烦恼。所以讲，当咱伫个修道过程当中，咱的心啊起烦恼的时阵，咱爱知影有可能咱的心已经妄妄啊。咱爱赶紧把咱的心修好倒过来。凡事来咱达到安不动心，咱才当真正达到超天入地。我有时阵伊安尼甲咱处理，伊讲徒儿啦，在你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你若时常将恁的心往外吼，要记住恁的精气神消耗了，你安怎去来甲恁的心修好倒倒来？咱伫恁在修心的时阵呢？恁提到目标五字真言，思心无杂思妄想，会当扫除一切的杂思妄想，才会当恢复精气神，才会当恢复人心的清净。后唯有真正心达到清净，当然将来呢，你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，恁才会遗憾。第三点，改做家己，为现在开始。
互一日有法会当在咱日常生活当中来落实。若互一日有法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去落实，唯有对咱家己心性上去下功夫。咱每一个人拢共款，若有潜在的能力，即个潜在的能力无学袂了，学就着袂了。勇敢是生命的力量。Yeah, yeah.
妈妈心血管骗术，妈妈是把心交代给上天，所
是吼、有要救人心，伊去度恁个安那，度恁个当过来求助，伊就伫你心灵伫开放咯。以后伫你冇可能会出去外面读册啊，啊去外面读书个时阵，伊度因同学来求助，伊嘛伫你讲去伊个所在开放啊。安尼，敢无人？伊就讲，妈妈安尼开放嘛无人呢？看人个做还唔做？即下就讲讲妈妈，弟弟讲要受苦。只要妈妈做学堂，妈妈去学堂、上学堂，恁用恁的道心、恁的诚心来扶持咱一间学堂，恁就是老师了。哦，恁做了真欢喜，恁安尼听足欢喜的，伊就甲我就甲伊讲，啊恁你含姐姐，以后要做啥物，以后要从要做啥物，伊也讲，我含妹妹较娇，我惊我做袂到，所以我甲咱斗人才。互较听，互较嘛嘛会烦恼啦。那我就甲我甲川弟讲，啊川弟，啊你若要做人才，伊讲有，慢慢人才我即阵开始会当做啊。以后吼，你若去新湾山庄咧搬起来时阵，你袂记起我边仔有一份人才，我即阵会当开始做啦。所以讲各位亲亲，相信讲只要咱咧做，吼、哦，任何的工课无困难。上惊就是安那，你只要讲个讲啊。咱退缩，咱拥护，咱二作学习，咱二作精进。只要咱在做，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得了，咱拢会当做的。今仔日大家当公主在拢要分享经验，就是咱有因缘，咱才会当有启蒙，用办三义国业的心思。咱一定爱多多把握这个因缘。哦，咱茫讲有先不对咱的地方。手里的机会，咱家家己爱听啦，爱听爸爸。爸爸咱每一次会当互咱去成功，会当互咱去做别个语言。在当中的每一个课程，拢是互咱修行上课机会。唯有爸爸，咱真正好好去爸爸安于天命。吼、哦，做咱母亲，啊，我着会当做个工课，咱着尽量去做。安尼，咱的哥哥才会当成长。哎、哦，得到你心中，哎，咱肯定去行嘞。别人咱不知咱要红啥，是煞袂行的嘞。咱甲看，在古早，修为分道比较较难去修行。今仔日修为分道的咱会当强调天分，天道干涉人事应运，得道修道，咱一定爱好咱的把握这个因缘。咱甲看，古早。在释迦牟尼佛迄个时阵，释迦牟尼佛伊个是大弟子，无一位是昏倒。弘法佛祖三千弟子七十二变内底，无一位是昏倒。以前个昏倒拢爱念书、做家事，把卡袂当死个去佚佗。不亲像现在咱会当咱即阵咱有福报，咱会当死个去佚佗。今仔日咱拢听见倒啦。如果讲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唔修啊，我唔办啊，感叹难以回天，难以回天，知影无？咱家己爱知影。这个老师甲咱师弟讲，伊讲道理啊，恁修道嘛真济，伊讲道理嘛听真济啊。如果讲恁无用心去体会。体会你家己的本事的话，那安尼只是在外为利益啊。讲着，讲着是无法度当初你消失了死的，只是会当当中伊来业业利益呢。所以业难，并不是只是肉体的受灾、受苦、受难利益。真正的业难是你累世的轮回，你拢因为妄念的贪念。如果讲你来妄念，若无停止，轮回生死，就永远不休啊！业由心生，业由心灭。咱来讲地感冒，地感冒，也就是咧注意到咱的自性乌暗，加甲光明的分别而已。自性光明的人，伊的心是
心黑暗的人，伊的心是自私自利的。这两种人同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咱看见。但是自信公平的人，伊的心是感恩、感恩的呢。自信公平的人，伊的心是欢喜的呢，是自在的呢。自信黑暗的人，伊的心是不满的，伊的心是愤怒的。这两种人会当分出自信公平甲黑暗的区别。为什么安尼来不同呢？师尊老大人伊安尼甲咱说明，伊讲徒儿，安尼来不同，并毋是爱恁来得到啥物物件，而是爱恁真正去了解，恁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天理良心。借着佛法，借着众人的力量，互恁更加明白，因原来有一个自信佛，所以讲。